全球范围定位精度优于10米，测速精度优于每秒0.2米，授时精度优于20纳秒，服务可用性优于99%，亚太地区性能更优。今天我特意带来一个展板，也给大家展示一下。这个特别能看到，就是下面这个是我们2018年新闻发布会时候整个卫星的一个情况，大家还能看到这里面还有一定的阴影部分，这个阴影颜色比较深的，就是当时北斗卫星覆盖还不是特别好的地方。当我们在现在看到，今年我们看到的是2020年今天的，那么我们系统已经是很好的服务，全球所有的地方都能收到北斗卫星信号，实现导航定位服务。第二个方面能感觉到，我们现在红点是代表卫星的数量，我们卫星的数量也大大的增加。那么第三个能感觉到，就是我们实测的，在全球选了几个城市啊，实测的导航定位精度都是2到3米这样一个定位精度，实际上是比我们公布的指标精度要更好。所以应该讲，北斗一定是一个特别好用的系统。